警方昨晚破获咗一宗毒品走私案。有人话呢啲系毒品，我话呢啲系钱。大哥，你保证我哋发达噶？全部人落车，双手摆喺头度。大哥，你金山哥都俾俾啊！杀鬼救踩哥，今次威胁你，你就冇咁威胁啦。你放心，我哋金三角明日之星，我无论去到边度都系谂同一样嘢，就系点样发达。猛啊！月干，可以可以咬恶吗？哎，老板，老板。好明白，唔系你估。